清迈艺术文化中心。清迈艺术文化中心位于清迈旧城区的中心，在著名的三王雕塑广场里面，位于雕塑正后方。这座艺术馆前身是皇室使用的会议室，后来转让给清迈政府使用，现在已经发展成清迈城市发展与人文历史的展览馆，也是清迈市民学习文化的艺术场所。艺术馆始建于1924年，为后殖民时期泰式建筑的代表作。馆内主要是展示清迈历史资料，如清迈人的古代生活、佛教文化、农业及山地民族资料等。艺术中心内一共有15间展览房，会经常不定期举行一些展览会、艺术展及艺术讲座活动。活动通过现代媒体技术，如幻灯片、音频、模拟图形等呈现给参观者。所有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延续清迈独特和悠久的历史文化。